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这一次时间真的不长，我们又见面了。可能同修们能看得出来，刘老师今天怎么喜气洋洋的呢？你们猜对了，因为什么呢？今天是一个非常喜庆的日子。我们这个道场啊，这几天同修们个个喜气洋洋，欢欣鼓舞，买了好多好多的鲜花回来供佛。为什么呢？我所说的喜庆的日子，就是从今天开始我要正式试讲无量寿经了。所以大家说是不是一个喜庆的日子？这一天呢，这几天我们到场十几个同修们都亲眼目睹了佛光铸照吉祥之相重生的那个殊胜景象，所以大家都非常受鼓舞。因为大家看到的都是真实的实际情况，所以这几天整个道场应该说是每个人都是喜气洋洋的。同修们可能是说，这件事情值得那么喜庆吗？我觉得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件喜庆的事情，因为这一次试讲无量寿经是我有生以来啊，特别是学佛以后第一次正式的试讲无量寿经。以前我跟大家说的呢都是我学佛的一些体会，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对我现在所在的道场来说，都是一件值得喜庆的事情。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这一次能够顺利的试讲无量寿经，也确实是不太容易的。为什么？大家都知道我的处境，所以我现在能出来试讲无量寿经真的是不简单，要感谢我看得见的护法，看不见的护法给我创造了这个条件。我自己是这样感受的，我这次试讲无量寿经真的是得蒙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加持，得蒙龙天护法和一切护法善神的护持，得蒙我所在这个道场就这一方的城隍、土地、山神还有泉水龙王菩萨等等护法善神的这么长时间的精心护持，特别是德蒙我的恩师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恩准，所以我今天才能坐在这里给大家讲无量寿经。因此我觉得我有一个坚强的后盾，我坚信这次无量寿经一定能够讲圆满成功。虽然有一些困难，比如说我知道有些人千方百计的不择手段的想阻挠和干扰我这次试讲无量寿经，但是我坚信一个真理，邪不压正。我讲无量寿经不是为了我自己的名和利，我是为了完成阿弥陀佛交给我的两个任务，所以我站出来讲无量寿经。因此我肯定地相信自己能把这次任务完成，因为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这个不是我说的，因为在1月4号那天，当我写完
这个讲稿的第三天吧，我是2号写完的。4号那天，我和师傅老人家通了电话，我向师傅报告了。我说师傅，2018年我有个想法，我想讲《无量寿经》，不知道时机是否成熟，哎，请师傅告诉我。师傅听了以后非常高兴，连说好好好好。接着我又把我选择的两个开讲的日期跟师傅说了。我说师傅，我选了两个日子，您老人家看看哪个日子更好。老人家听了以后说两个都好，两个都好。所以这一次因为得到恩师的恩准，我讲《无量寿经》，我特别有信心啊！我的信心就来自于这些。我觉得这个后盾是坚强的。可以那样说，是我的恩师上净下空老法师在为我保驾护航，我怎么能不把《无量寿经》讲圆满呢？因此，我想，有些人的那种阻挠和干扰，都是无济于事的，都是毫无益处的事情，而且这种干扰和阻挠，只能成为我勇往直前的动力。它不会成为我的阻力的。在我正式讲《无量寿经》之前，有几个问题呀，我想跟同学们说明一下。这个就算是讲经之前的一个前奏曲或者是开场白吧。我准备和同学们说明以下这五个问题，我先把题目跟大家说一下。第一个。我要和同学们说明的是，我与无量寿经的因缘，顺便也说说我与老法师的因缘，因为很多同学很关心我和老法师的因缘是什么。以前我说过，这一次借着这个机会呢，我再跟大家说一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我要跟大家说的是，无量寿经。是一部什么样的经？第三个问题，我要和大家说的是，我为什么现在要试讲《无量寿经》？第四个问题，和大家说明一下，这次我怎样试讲《无量寿经》，就是它的方式方法是什么？最后一个，第五，我要讲一讲这次《无量寿经》的讲稿。完稿之后，我的几点粗浅体会，供同学们借鉴和参考。这就是我要在讲经之前和大家说明的五个问题。下面呢，我就想从第一个问题开始说。第一个问题，我与无量寿经的因缘。实际这个因缘呢，应该说。是我这场要死要活的病，把我和无量寿经结了缘。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1999年我得了重病红斑狼疮，老法师说过，这种病真的比癌症还严重，特别让人恐怖，因为它无论是肉体上的折磨，还是精神上的折磨，都是让人难以忍受的。如果说我是1999年得了这个病，更确切一点说，实际在这之前，我已经感到身体的不适了。如果回忆一下，好像是从1996年开始，我就身体不舒服了。但是因为我从来没有去看过病，也没有住过医院，没把它放在心上。那你想想看，从1996年到99年。我这个病的总爆发一共经历了4年多的时间，所以当我2000年2月份第一次去看病的时候，医生就说我这个病已经过了那个最佳的治疗时间，实际是没有什么方法治疗的，但是如果治得早一些呢，可能能维持的时间稍长一些，仅此而已吧。所以是99年，应该是我红斑狼疮病总爆发的一年。到了2000年，应该是我生命的最低谷。
也是我生活的最低谷。我曾经跟大家说过，我面临两个绝境，一个是生活的绝境，一个是生命的绝境。因为当我2000年2月25号住进医院的时候，医生就对我说，你的病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你随时面临死亡。在这个时候，有的佛友不理解，说医生怎么能这么跟患者说话？但是我知道我这个病的严重性，我说跟我说，我就像听故事一样，如果跟你们说，你们可能是接受不了，对我来说没什么。因为我的两个学生是这个病走的，所以我知道这个病的严重性。那两个孩子只维持了半年左右，就陆续的都走了，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就是这样的。因为我了解这个病，所以我知道它的严重性和厉害性。我为什么能够比较坦然的面对这件事情？因为那个时候，刚才我说了，我面临两个绝境，一个是生活的绝境，一个是生命的绝境。可以说，精神上的压力和肉体上的痛苦的折磨，像两座大山一样压着我喘不过气来。我那个时候的想法真是想一走了之，就是那是这个是我那个时候的真实想法。我甚至恨不能快点让我走。很多人都忌讳这个死字，我是一点也不忌讳，我是早死早好。因为当时这两个绝境啊，确实是非常压人的。我是2000年的2月25号住进的医院，住到4月28号出院的。这中间呢，经历了57天。这57天呢，因为用药的关系，用激素，所以我的体重猛增了50斤。我原来的体重是98斤左右，你想想。57天长了50斤体重，差不多都1天长1斤了，整个人就变形了。后来我为什么出院呢？是因为我所有的药物过敏。当时我刚住院的时候，不知道药物过敏过到这么种严重的程度。头半个月我打吊瓶了，也有口服药，但是半个月以后，有一次在打吊瓶的过程当中，突然的过敏，当时医生们都有点吓坏了。他们说，像这样的过敏，随时都危及生命。说过敏是可以死人的。他说，如果是老太太过敏死亡了，那是我们的医疗事故。我说没关系，是不是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就这么的。所以半个月以后呢，基本上医生不敢给我用任何药了。吃的也停了，打的也停了，吊瓶也停了。那大家想一想，这么重的病住在医院里，既不能吃药，也不能打针，你叫人医生怎么给你治？是不是出难题？我记得给我主治的那个教授拍着大腿说：“哎呀，老太太呀，你的病我们弄不明白了，怎么给你治啊？”我说：“教授，你别为难。”你治不了，我也不埋怨你，因为我得了病，我知道它是怎么回事儿，我自己回家去治去，我不给你们添乱。当时这个教授都很不理解，病到这种程度，你想出院？如果我们让你出院了，你出院以后发生危险，还是我们的责任。我说我可以给你们写书面的东西，证明是我自己要出院的，和你们没有任何关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是住了57天院以后回到家里的。我虽然跟医生说我回家自己去研究去，我以前跟大家说过，为了安慰医生，我跟他们开玩笑，我说你们不告诉我，这个红斑狼疮这种病啊，现在世界上还没有找到这种病的成因，就是因为什么会得这种病，没有找到原因。既然没有找到成因，自然也就没有治疗的办法。我说这个和你们没关系。你不说谁把这个事儿研究明白了，谁就得诺贝尔奖金吗？我说这回我回家去研究去。
我得了诺贝尔奖金以后，我不自私，我来给你们发，让你们人人都得一份诺贝尔奖金。医生都很吃惊，说遇到那么多患者，没遇到像老太太这样的患者，病到这种程度，随时面临死亡，心态这么好，这么乐观。我说有什么不乐观的？人有生就有死嘛，该死的时候就死呗。所以就在这种情况下。57天以后，我就出院回家了。出院回家以后，孩子们不甘心呐，尤其是我姑娘，她说：“妈呀，我也不能这么眼看着你等死啊，我得带你到北京去看病。”后来经人推荐，北京有个中医院，我记得很清楚，是在宽街。然后我姑娘就带着我去宽街这个中医院去看了。当时这个医院呢，它有个特点，就是他给你拿药只能拿10天的，那就说，要么你10天就得去一趟北京，要么你就常住在北京，否则你怎么能10天10天这么叨弄呢？后来我姑娘说：“妈妈怎么办？”我说：“不拿药，咱们就回家。因为什么呢？当时如果说让我和姑娘常住在北京。”或者是回哈尔滨以后，每10天去一次北京，实事求是的说，没有那个条件，就从经济条件来说都不允许的。所以我知道自己家里的实际情况，我就跟姑娘说，我们回家。我姑娘说，妈带你出来一次不容易，你病得这么重，听说石家庄还有个医院专门治这个病，咱们去看看呗。一开始我坚持不去了。姑娘说：“妈出来一回，石家庄离北京又不远，求求你了，咱们就去看看吧。”就这样，为了满孩子的一份孝心吧，我就跟我姑娘去石家庄了。确实有一个医院是专门治这个病的，结果因为我的病情比较严重，这个医院呢给拿了1个月的药，这个药呢就是草药，中草药。中草药是咱们装大米那个袋子，撕着袋子是4袋子，是1个月的药量。然后还有一些中成药，是瓶瓶装的。这是这家医院给我拿的药。在北京呢，这个中医院的药没拿，但是在那儿遇到了一对妇女，好像是从新疆来的，妇女俩也是专门治这个病的。就这样呢。从那父女俩呢拿了1个月的药是面儿的，我还记得嘛，1个月的药量是1200块钱，就这样拿了2份药，10天以后我就和姑娘回哈尔滨了。回来以后把这2个月的药都吃完了以后，病情没有缓解，没有减轻，比原来更重了，所以我自己就决定了，所有的药物全停。再不去看病了，也不吃药了，就这样。这个时候呢，不就是我出院就是2000年的4月28号了吗？过完五一我就上北京看病嘛，10天以后又回了嘛，那就是5月中旬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应该说是我这个红斑狼疮病最重、最危险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自己都知道，真的随时面临死亡。只是好在我对这个死亡没有惧怕，这也可能我活过来的一个原因。可能是阿弥陀佛保佑吧，要不我为什么坚定不移地相信阿弥陀佛？我觉得2000年那一年我是必走无疑，不但我自己这样想，我的亲朋好友、家亲眷属、同学同事。没有一个人认为我能活过来的，所以大家都认为我那次是必走无疑了。恰恰的，因为阿弥陀佛的保佑，我就没走。死神没有眷顾我，是阿弥陀佛眷顾了我，所以我活下来了。我自己都觉得我能够活下来，真的是一个奇迹。到了2000年中旬。这就你看我看病回来就5月中旬，快6月份了嘛。6月下旬，我姑娘给我
买了一个新房子，就说原来住那房子不好，完了就给我买了个新房子，所以我就搬了新家。这个呢，恰好给我创造了一个什么方面条件呢？所有的外援我都断绝了，都卡断了。如果我不搬家，我在原来那个地方住，很多亲朋好友啊、同学同事啊都知道我的住处啊，他们知道我有病，肯定要去看我的。我这次搬新家了以后，正好是一个机会，我把所有的外援通通都掐断了，我就一个人在家里，真的是这样。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可能这也是阿弥陀佛给我创造的一个大好的一个机缘，静修的机缘。因为病重啊，我就提前退养回家了。那本来我们应该是60岁退休嘛，我是55岁。病重之后提前退养回家的，就在我病最严重的时候，应该这样说吧，用我自己的话说，也可以说奄奄一息了，那就等着那口气儿没了。可是就这种严重的情况，别人是不太知道的，包括我自己的家人，他们只知道我病了。但是不知道我病到那么种严重的程度，因为一般我什么话我不对他们讲，我自己的性格就是我能忍着忍着，我能扛着我扛着，我不给别人带来麻烦，就是这样呢，也可能是我命不该绝。我说从那一年开始到现在，以后还有多长时间我不知道，就从2000年到现在这18年了，我这18年的寿命。是阿弥陀佛给我的，不是我自己本来的寿命。我自己本来的寿命就应该是2000年那年结束。所以现在我为什么这么潇洒、这么自在？因为没有我，我觉得以前那个我消失了，现在这个新我是阿弥陀佛给我的。因此，我现在的任务就是全心全意为众生服务，除此之外没有我的事情。也可能是这次良好的机缘，就造就了我得到了一本《无量寿经》汇集本。这本《无量寿经》汇集本呢，是我姐姐结缘给我的。我姐姐跟我说，有佛友给她结缘了一本《无量寿经》汇集本，她说：“小云，我看了挺好的，你拿去读一读吧。”我说：“好吧。”我就把这本《无量寿经》汇集本就接过来了。拿到家以后呢，说实在的，这本经我没有读。过了不久，也就是一两个月时间吧，我又得到了一套《无量寿经》的光碟。这一套光碟呢，是师父他老人家1994年在台湾宣讲的，那是师父老人家第三次宣讲《无量寿经》。那一次的宣讲。是70盘碟，一盘碟是听1小时。我得到这套光碟以后呢，我是马上我就开始看这套光碟了。因为虽然我对这光碟什么意思我也不了解，但是我为什么能够看这套光碟呢？因为当一放这套光碟的时候，老法师他就给大家讲。我当时也不知道讲的是什么，什么叫经我也不知道，老法师我还不知道叫老法师，我自己起了个称呼，我说这老爷子，我就觉得这个老爷子挺和蔼可亲的，每天黑天白天我放着光碟，老爷子陪我唠嗑，我就不再孤单，我就不再寂寞，所以我说，我跟大家说那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消磨时间啊，这个大家可能都倒背如流了。我这几个层次，因为什么呢？人得重病以后，夜晚的时间特别难熬，就觉得漫漫长夜怎么还不亮天？怎么还不亮天？这有师傅这套光碟陪着我，我就觉得漫漫长夜变短了，我好过了。所以这个第一个档次呢，就是我用这套光碟来消磨。我难熬的时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找答案。
大家问老师你找什么答案？因为有一天呢，我就听到师傅老人家说，说人生为什么这么苦？我一下子精神头就来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当时正苦着呢。哎，我想我听听老爷子他的答案是什么？结果师傅就是说，人生为什么这么苦？是因为迷惑颠倒，你把假的当真的，你必然就苦。哎，我一听，哎呀，这老爷子说的挺有道理呀。那我还有10万个为什么呢？能不能都给我答案呢？我得仔细好好听。所以这是第二个档次，我要找答案。第三个档次是什么呢？相见恨晚啊，真是相见恨晚。为什么呢？越听越有意思，一个一个的为什么，老人家都给我解答了，给我答案了。哎呀，我就想。世界上怎么还有这么好的东西？过去我为什么不知道？啊，这是我的一个非常突出的想法。我过去怎么不知道呢？不知道有这么个老爷子，他会讲这个；不知道老爷子他能把这么多我心中的疑惑都给我解开了，那个疑团就消失了嘛。所以那个时候，我一天能听10个小时左右，这是真的。为什么？真听进去了。真受益了，哎，所以我这个三个阶段就是我总结的。因为这个呢，我把这个给它归纳了一下啊，我是这样归纳的：如果说这无量寿经和我是什么因缘，我用一个图来把它表达出来啊，因为我不会画图，我用箭头来表示，大家能听懂就可以了。第一个呢，就是消磨时间，这是不是第一个层次吗？然后第一个层次后面我画一个箭头，箭头的后面就是第二个层次，找答案。找答案的后面再画个箭头呢，就是相见恨晚。相见恨晚之后还有几个，大家接着画，再画一个箭头呢，就是爱不释手，不愿意放下了。为什么我每天能看10几个小时？因为爱不释手。爱不释手的后面呢，再画一个箭头，百听不厌。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觉，是不是有的同学听几遍就不耐烦了？我没有这种现象，我真的百听不厌，越听越喜欢听。百听不厌的后面再画个箭头，融为一体。我觉得。我和无量寿经和阿弥陀佛佛号融为一体了，我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我。我不知道我这种说法是不是大家会觉得刘老师你不谦虚，但是我必须跟你们说，这是我的真实感觉。在融为一体的后面，画一个箭头，生命的全部。现在我真真实实的感觉到。无量寿经和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是我整个生命的全部，这就是我与无量寿经的因缘。如果我再用3句简练的话概括一下，这个因缘是什么？就是这3句话。如果说这是我的个人名言，也可以。哪3句话呢？是这么说的：阿弥陀佛是我的心。阿弥陀佛是我的愿，阿弥陀佛是我的行，这就是我与无量寿经这个因缘的历程图和3句高度概括总结，就是这样的。我觉得是老法师挽救了我的生命，给了我慧命，彻底的改变了我的人生命运。所以，无量寿经和老法师，我永远不会忘掉的。有的同学一直在研究我和老法师的因缘，我可以跟大家这样说吧：我和老法师的因缘，我自己概括一下是4个层次吧。第一个层次，我和老法师的因缘起源于光碟，就是我2000年得到老法师。这在台湾讲的这一部《无量寿经》的70碟光碟，
这是我和老法师的第一缘，光碟缘。第二缘呢是梦中缘，就是我跟大家说过，我曾经做了两次梦，梦见老法师。第一次梦和第二次梦之间好像隔了20来天吧。我第一次梦梦见老法师的时候，师父是笑呵的瞅着我，一句话没说。我问师父，我说师父啊，你瞅我，你这么笑呵的瞅着我，你老人家想跟我说什么？师父还是那种标准的笑容，没有说话。第二次我梦见师父的时候，师父还是用这种满面的笑容望着我，但是他的嘴唇在动，我觉得是在说话，但是我没有听到声音，我不知道师父说的什么。第二天早晨有四句话，这四句话是怎么出现的，反正我就是那种感觉吧，我没有听见声音，我也没有看见什么，反正我心里就知道那四句话就是净念相继念弥陀，空亦有来有亦空，五世佛陀一弟子，师承一脉去极乐。这就是我第二次梦见老法师的第二天早晨出现的这四句话。当时那个第一每一句话的第一个字你把它竖起来读，这个就叫藏头诗，那就是净空五诗。因为我毕竟曾经教过语文，好歹多少还知道一点，还知道是藏头诗。当时我就想，这是不是谁在提示我，净空老法师是我的老师。所以这就是第二个层次，我和老法师的梦中缘，第二个缘。第三个缘呢，就是电话缘。2010年春节的头三天，应该是头三天吧，老法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都特别觉得奇怪，师父怎么能找到我？后来见面以后，师父告诉我了，他看到了我2003年那张光碟信念，他就想8年时间过去了，这个人现在还在不在世？后来他就委托香港的同修们打听，问问黑龙江的同修，说这个人现在还在不在人世。这是师父我们两个见面以后师父跟我说的，然后一打听真把我打听着了，他们就把我的电话给了师父，师父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所以这是第三个缘，我和师父的电话缘。然后过了不长时间，香港的同修就说告诉我，老法师邀请你来香港要见见面。我第一次给回绝了，挺不懂规矩的，我说我不去，香港在哪我也不知道。后来有同修说我这是拒缘，拒缘不对，我说那下次不拒了。隔了半个月吧，第二次来电话，香港的同修说老法师还是约请你去一趟香港见见面。我说上次拒缘拒错了，这把不拒了，我找个人领我去吧。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2010年的4月4日第一次去香港，第一次见了法师，这就是第四个档次见面缘。所以我和老法师的缘就是光碟缘、梦中缘、电话缘、见面缘，这个是绝对是真实的情况，没有一点是虚构的。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想讲一讲无量寿经是一部什么样的经。这个我想祖师大德、高僧大德对无量寿经的评价和概括已经好多好多了，很多同修都是比较熟悉的，我就不一一去说，我就捡和我们同修们关系最密切的，一听就明白的，能抓得着的，哎，如果讲多了，可能大家记不住那么多。一句话，就《无量寿经》是一部非常非常重要的经典，哎，这是总的。然后我从7个方面来说，都高度概括的来说，不能展开，一展开太多了。《无量寿经》是一部什么样的经？第一点，是释迦牟尼佛
49年，唯一一次多次宣讲的经典，就这一句话啊，《无量寿经》是释迦牟尼佛49年唯一一部多次宣讲的经典。重点在哪儿？在唯一。三藏12部浩如烟海，世尊49年当中多次宣讲的，只有这一部《无量寿经》，没有第二部。你查遍大藏经，你查不出来第二部世尊多次宣讲的经。大家想一想，多次宣讲的经意味什么？意味它的重要，是不是这样？无量寿经是任何其他一部经典都不能取代的，这是第一点。无量寿经是一部什么样的经？第二个，是佛法里的第一经。佛法里的第一经，第一个是唯一，这个是第一，都离不开这个一呀。千经万论，三藏12部，好比百川。无量寿经就是大海，百川归大海，大海纳百川，这就是百川和大海的关系，也就是无量寿经和其他经典的关系。那大家都知道，古大德一致赞同华严经第一。那现在呢？华严经如果和无量寿经比，那无量寿经就第一了。所以说，无量寿经的重要，用这一句话完全可以概括，它是大海，所有的经典三藏十二部都包含在无量寿经里。再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我们建桥，有主桥，还有引桥。那谁是主桥呢？自然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就是这个桥的主桥，而包括华严和法华在内的其他经典，都是引导你上这个主桥的引桥啊，引导你上主桥的那个引桥。这个主桥和引桥的作用，大家一听就明白了。这是第二个，它是佛法里的第一经。第三个是一生成佛的一乘经典，我们重点说说一生成佛。三藏十二部，哪一部经是能让众生一生成佛的经？或者是哪几部经是能让众生一生成佛的经？现在我们老法师给我们的确切答案是，能够让众生一生成佛的经，就是这一部《无量寿经》，没有第二部经能让众生一生成佛。注意了，别误会，这里的重点是一生成佛。其他的经典能不能让众生成佛？能，但是和《无量寿经》的区别在哪儿呢？就《无量寿经》是让众生一生成佛。其他的经典做不到这个，这就是区别。这下面还说是一乘经典，那一乘经典，我几次跟大家说过，一共有3部，一部是华严经，一部是法华经，一部是梵王经。其中梵王经流传到中国的只有一品，只有一品。那么在中国，确确实实的说，在中国的一乘经典就2部经，一部是华严经，一部是法华经，就是这样。那大家现在看，一乘经典只有这么2部，那最后这2部一乘经典都归于极乐。都皈依了无量寿经，你说无量寿经是不是一乘经里的一乘？那它高于华严和法华。当然了，我们这个说只是方便说，这部经典
法门没有高低贵贱，我们只能用这种方便法来说，比较一下，说明无量寿经的重要。华严和法华是一乘经典，无量寿经是一乘中的一乘，就是这么个关系。第四个，就告诉我们什么是一乘。前面我说了，能让众生一生成佛的经，就是一乘经典。而且无量寿经最殊胜的地方是什么呢？你依照这部经修行，你这一生一定能够成佛，一定能够成就。这是其他的任何一部经比拟不了的。这是第四条，第五条，无量寿经最最突出的、最最殊胜的，就是48愿。阿弥陀佛的48愿，愿愿都是为了众生早日成佛，离苦得乐。用什么方法？阿弥陀佛劝导众生持名念佛，念佛成佛。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释迦牟尼佛是念佛成佛的，这个我们很多同修好像都知道一些。下一句话，不知道大家是否了解，就是说，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是念佛成佛的，是不是有好多同修没听说过，不知道？那你想，释迦牟尼佛是念佛成佛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是念佛成佛的，那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要成佛应该怎么办？也要念佛。你这个意思，我是不是表达清楚了？你还有没有什么疑惑？那你说十方诸佛都是念佛成佛的，我们还能超过十方诸佛吗？所以我们要成佛，一定要念佛。藕益大师啊，说了这样一句话，非常引人深思。藕益大师是这样说的：“说法门深妙，破尽一切戏论，斩尽一切意见。”这一句话是藕益大师说的。这个戏论是什么意思？不说破尽一切戏论吗？什么叫戏论？老法师给我们解释的，戏论就是研究讨论，就如同开玩笑。儿戏，就如同儿戏一般。说没有一句真话，这儿戏能是真话吗？就是我读到哪，我听到哪一句呢？我有点震惊。就是老法师说，佛49年所说的法，均属戏论。我一听这，我真特别惊讶。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均属戏论。那"均"就是全的意思呗，全都是戏论。哎，我一听，真的有点吓一跳。然后后面跟着一句什么呢？说只有一句佛号是真的，只有一句佛号是真的。后面还接着说，一句佛号包括了一切。阿弥陀佛，佛号是佛法的总纲领、总题目，这就是老法师对这一句话给我们的解释。我不知道我今天跟大家这样说了，有多少人能听得懂，有多少人能够相信。我再说一句，再说一遍啊！老法师说，戏论就是研究讨论，如儿戏。开玩笑，没一句真话。后面还有一句，念佛念到心地清净，即超越一切法门。后面这句就是我震惊的那一句。可以这样说，佛49年所说的法，均属戏论，只有一句佛号是真的，一句佛号包括了一切。
阿弥陀佛佛号是佛法的总纲领、总题目。今天我说到这儿，我想同学们可能有的和我一样震惊，哎呀，过去没听说过。但是这个是师父老人家在讲经过程当中告诉我们的。后面师父还说阿弥陀佛佛号的功德不可思议，说念的人多，真正懂的人不多。这是不是我们现在的实际情况？念阿弥陀佛的人多，真正懂这句阿弥陀佛的真正含义的人实在是不多。说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总名号就叫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有一尊佛，就是用所有佛的总名号作为自己的名号。我们大家现在一听就知道谁呀？阿弥陀佛嘛。说阿弥陀佛本来是十方一切诸佛的总名号，现在西方极乐世界有一尊佛，就用这个总名号作为自己的名号。你说阿弥陀佛是不是大智慧？没有大智慧能用这个总名号作为自己的名号吗？所以说，这个老法师告诉我们，那阿弥陀佛在表什么法？在表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个自体，啊，就是一体。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体，这一体是什么？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什么？自性。哎呀，说的太透彻，太透彻了。所以我说，我这次写那个这个讲稿啊，真是没白写。我又学到了好多过去我不知道的东西。说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过去我知道这个词儿，但是领会的不深刻。这回写完这个稿以后，我对这个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了。说这一句名号全收了，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圆满的融入。一句佛号全收了。说这一句佛号里，华严经在里面，法华经在里面，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宗门教下全在里面。这还不说，我又一次震惊是什么？老法师告诉我们说，不单佛法全在这一句佛号里，其他的宗教通通包含在这一句阿弥陀佛佛号里。这个是我第二次震惊了，过去我不知道，我就以为把佛法都包括进去了，把所有的经典都包括进去了。我不知道其他的宗教，你比如说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等等等，各个宗教全都在这一句阿弥陀佛佛号里。真的是名号功德不可思议。这是第五个重点，说说这48愿。第六个，无量寿经是净宗的第一经，这个没啥说的，我们修学净土法门的都知道，这个我就不详细说了。说如果众生真的你今生能够受持这一部无量寿经，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佛号，你就是受持了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门，也是受持十方三世诸佛如来无量劫所宣说的一切法门。受持无量寿经的功德不可思议，你想想它全包啊，没有一样落下的，你这个上哪找去？说五浊恶世怎么样能成佛，就唯一的一条路，念佛成佛，除了念佛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第七个方面我想说说无量寿经，它的殊胜之处在于气理气机。我记得有同学曾经说，说有的他认识的人跟他说呀，说你们那个学佛呀是一种消极，一天就是念佛求往生，人家说那往生不就死了吗？你们这个念佛就是求死。
实际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误解和误会。佛教一点不消极，它是积极的，不是说念佛哎就是求死，它要解决你目前的问题，啊，不是解决就一个事儿，就一个方向，一个目标，那是人生的终极目标啊，到时候是要这个的。但是现在学佛绝对不是就这你一件事情，你比如说我自己，我就有切身感受。如果我不学佛，我2000年那一年是肯定走了。因为我学佛，我活过来了，改变我人生命运。我现在这么潇洒，这么自在，家庭和睦，生活幸福快乐，这都是人人皆知的。大家为什么这么羡慕我？不就是因为我潇洒自在吗？那你说这个佛法，它是不是气理气机？它对我们现实生活是绝对有指导意义的。如果你真正学佛，你的生活会幸福的，你的身体会健康的，你的家庭会和睦的，你的事业会顺利成功的。那你不信，你怀疑，那没办法，因为我坚定地相信，所以这一切我都得到了。我过去家庭我不隐瞒，我们家不太和睦。说大人孩子对我都有意见，那后来我学佛了，我学明白了，谁的问题是我的问题，那我通过学佛，我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现在我家庭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和睦。有人在网上不是说吗？让他说说他家是怎么回事，没有什么可隐瞒的，我家是原来是怎么回事，现在是怎么回事，没有任何隐瞒，他都是公开的，那不信你可以调查。就是这样的，有人可能想通过这个捞点什么东西吧，找一发炮弹什么的。我想好像是找不着什么炮弹吧。这个气理气机用什么来说明？用三个真实来说明。无量寿经说了三个真实，这个大家都熟悉：真实之际、真实之力、真实慧，是不是？老法师告诉我们说，这三个真实，在世尊所说的其他任何经典里很少见，很少见。而《无量寿经》特殊在什么地方呢？三个真实在一部经里同时出现，而且给大家说的那么明白，那么透彻，让大家有真实的体会，确实是非常不简单，非常不简单。我们大家读《无量寿经》。都有这个真实体会，是不是？那真实之际是什么意思？就是佛要把宇宙的真相啊，宇宙人生的真相告诉我们，这就是真实之际，开化显示真实之际嘛。这是第一个真实，第二个真实之力。那佛给我们的真实之力是什么呢？就是这部《无量寿经》。就是这句阿弥陀佛佛号，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的最真实的利益，所以叫真实之力。最后我们得到的是真实惠，大家不都知道实惠这个词吗？因为有了真实开化，显示了真实之际，让我们明理了，又给我们真实之力了，我们有切身体会了。所以我们就得到真真实实的真实慧了。你说这三个真实是不是《无量寿经》里气理气机的最重要的表现？所以有人说，读《无量寿经》，念阿弥陀佛佛号，真的就这么解决问题吗？到现在，如果你还在持怀疑态度，那佛在你跟前也没办法。那说明你的善根、福德、因缘不具足，真的没办法。如果我们这一生，我们受持了无量寿经，你应该想想，你多么的幸运，你真是善根、福德、因缘具足了，是不是这样？如果这个问题你还没认识清楚，现在还在犹豫，还在徘徊。我劝你好好珍惜你今生所遇到的，
如果你今生遇到的了，你擦肩而过了，你会将来会后悔的，真是我都替你惋惜。我希望这个无量寿经和念佛法门的殊胜，怎么说都说不尽，就诸佛菩萨来说都说不完。这只有靠我们在修学的过程当中去慢慢的感悟。这是我说的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我想说说，我为什么要现在开始试讲《无量寿经》？因为大家都记得，2017年的4月22号，我在香港有一场学佛问答，当时有的同学问我，刘老师，你为什么不出来讲《无量寿经》？我当时给了同学两个答案，第一个答案，我说我现在没有大彻大悟，没有大彻大悟，我会错解如来真实意，误解如来真实意，曲解如来真实意，我怕误导众生，所以我没出来讲无量寿经，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理由，我告诉同学，老法师是我的老师，是我的导师。老法师这么多年讲的东西，已经足够我们听，足够我们学的了。我是在网络上听老法师讲经的学生，我就要守好我学生的本分，我好好的听，好好的学。我学明白了，我把它落实在生活当中，完了我再和我的同学们分享。这就是我的真实想法。基于这两点原因，所以我一直没有出来讲《无量寿经》。那今天我出来讲《无量寿经》了，同学们可能会问，刘老师，你现在大彻大悟了吗？我坦率地告诉大家，到现在我也没有大彻大悟，但是我自己承认，我有那么一点点小悟。这个小悟呢，我的体会就像那个电灯泡似的。我总给大家举这个例子，我说中间一个大灯泡，周围有若干个小灯泡，说不定时候什么时候呢？那个小灯泡它就亮了一个，说不定什么时候它又亮了一个。我就觉得每当亮一个小灯泡的时候，就说明我明白了一个什么道理，一件什么事情，这是不是就是小悟？反正我的感受就是这样的。我说我现在我承认，我有那么一点小小的悟。达不到大彻大悟，大悟我都觉得没达到，是不是这样？我自己都说不清楚，因为我是要说话要实事求是，我不会夸张，我也不会缩小。我这次为什么要出来讲《无量寿经》？我给大家这么几点理由，这都是我的真实想法。第一点，时间紧迫，年龄渐长。体质渐弱，这是我现在的一个感受和体会。因为大家知道，2017年的3、4月份，我生了一次病，也就是我上次去香港，正赶上那个时候嘛，我生了一次病。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将近1年的调整和休养，没有恢复到原来的那种情况。还仍然有点感到有时候心有余力不足，所以这一场病引起了我的警觉，是不是？因为我也不求长寿，我一切交给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什么时候来接我，我就什么时候回家，这个是没说的。但是你身体感到渐渐的体质下降了，你要说真话的。是不是你不能骗自己，也不能骗大家？正因为这场病使我有了这种紧迫感，所以我就觉得不可能等着我大彻大悟了。怎么办呢？所以我这次我想通过我试讲《无量寿经》，让我在讲经的过程当中继续去悟，也可能能得到大悟，也可能。如果满我的心愿，也可能能达到大彻大悟，这只是我的一个美好的愿望而已。我一定向这个方向努力。我想在实践中
继续去感悟。这是第一个理由，我为什么现在出来讲无量寿经啊，就是紧迫感。第二个理由，这是老法师对我的期望。几年前老法师就希望我出来讲无量寿经，但是老人家知道我的处境艰难，我脱不开身，所以老人家慈悲到极处，从来没有当面跟我提出过这个问题，他怕我为难。但是我自己心里我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所以这一次呢，我就想我不能让老人家失望，我一定要讲一部完整的无量寿经。这就是我给大家的第二点理由。第三点理由，我真的想替师父老人家，哪怕分担那么一点点担子也好。也可能有人说你不谦虚，你有什么资格给老法师分担担子，但是这真的是我的真实想法。这两年看到师父老人家90多岁高龄了，还在第一线拼搏，非常辛苦，我也非常心疼。我总想我自己能做点什么，老人家高龄了还在第一线拼搏，我们作为晚辈的在后方享清福，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在享谁的福？我用我自己的切身体会说，我现在可以说是福报现前的。这个福报是谁的？是师父老人家的。我是在坐享师父老人家的福报，所以有时候感到真的无地自容。我就想这次我出来讲无量寿经，我真想用这种方式来替师父分担那么一点点小担子。虽然我觉得我能力和水平有限，对我来说讲无量寿经就像拿鸭子上架一样，这是北方的一句土话，但是我这回我豁出去了，就是拿鸭子上架我也得上了，我就这么想。这就是我真实想法，这是第三点理由。第四点理由，满广大同修的愿。因为几年前就有同修向我提起过，说刘老师，现在你应该出来讲无量寿经。我身边的护法居士们也曾经提出过这样的请求，让我出来讲无量寿经。但是我那个时候我不是谦虚，我也不是假谦虚，我真的觉得我不行，我不会讲经，我不能害人，我不能误导众生，我只能用跟大家交流心得体会的这种方式方法来传达我的体会。只有这个方法，我认为对我来说是比较合适的。所以说，现在呢，有人迷信我，觉得我有什么能力，有什么辩才，其实不是的。20多年的学佛经历，我最深刻的体会就是佛力加持不可思议。有时候我说这个话的时候，我都得非常谨慎小心，因为一说到这个，有人就抓你搞神通。我不希望因为我让任何一个众生生烦恼。虽然我不懂神通，我也没求过神通，我也不会耍神通，但是有些时候呢，那个佛力加持，你说它是神通也好，还是不是神通也好，在我身上真真实实确实有体验，我不会撒谎的。所以这个呢，只能说阿弥陀佛、诸佛菩萨非常眷顾我。哎，他们知道我傻，知道我笨，所以又知道我倔、我犟，所以就得所有的真实情况都让你亲身去体验。那你信不信？如果不是这样，让我信佛都不太可能。真是这样，我能做到那种程度，不让我亲身去体验，你让我就相信如何如何，我不会相信的。所以这么20多年的学佛，我最深刻的体会就是佛力在我身上的加持真真实实不可思议。这是我讲的第三个问题。第四个问题，
我想说一说，我怎么样试讲《无量寿经》。今天的时间到了，还有这两个问题没讲啊。第四个问题是我怎样试讲《无量寿经》，第五个问题是我这个《无量寿经》讲稿写完以后，我的几点感悟。既然这时间到了，也不耽误大家时间，还是尊重时间为好。这两个题目。下一节课的时候，在前面把它讲完。今天就到这里，感恩大家，阿弥陀佛。